Hello，大家好，大家好啊，走开，元气。别动，别动，元气真是把自己搞得一身脏，我真是双 Q。死了，小猫，看一下，走开走开。Hello，古装哪有古装？古装已经那个掉了，现在是卷毛削钩，卷毛削钩哦。元气真的好臭，救命！天啊，你还没走，还没回去。Hello。今天古装长啥样？我不知道，我没有拍照耶！震惊，我居然没有拍照，家人们。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造型，对，其实今天的那个古装没什么特殊的，我就太着急了，你知道吧？对，真的是，我真的觉得这最近真的是事情太多了，真是没给我气数。对，古装没有拍。就是你知道吧，我今天上台前我真差点都哭了，对，我差点真的是哭了，我第一首歌我心情都不好。帅哥，真的吗？就其实就是做了一个那个谢谢陈宇的巧克力，就是做了一个半扎，对，真是给我气哭了。就是我们本来拍今天就是本来今天是我们 N3 Never Give Up 的最后一场嘛，然后呢我们就是想说大家一起上，分一个前辈组后辈组，然后上同一首歌，前辈组跳第一段，后辈组跳第二段，然后呢最后一段大家上来一起跳，就是因为我们下次就换 X 曲了嘛，然后呢我们就想说这一次因为这周只有一场是吧上，然后呢我们就想说大家一起上这个歌吧，然后呢我们昨天晚上都排完了，你知道吧？昨天晚上排完，然后今天公演7点钟开始哦，在6:35的时候跟我们说不可以这样上。他说 X unit 他只能作为 unit 存在，他不能就是这种就全部能上，你知道吧？对，他不能这么全部能上。然后我说啊，可是我们也没有全部能，就是这种分组上，而且我们这次只有一首歌，只有一次这个机会啊，肯定是大家都那个呀，那不然谁上一个都不公平，对吧？对。然后呢，然后他就在6:35的时候，在我们要出去彩排的时候否决我们这个了，然后说不可以这样子，对，然后呢，然后我们就想，那临时这个啥也没排怎么办呢？然后他就说，要么双行道上个，要么 N3 Never Give Up 上个，他们双行道又很久没有跳了，然后呢，我们 N3 Never Give Up 又缺了张润和杨若溪，然后呢就缺人太多了，然后哪一首都上不了，你知道吧？而且35分了，你临时排一首上去，那也太不尊重观众了。对啊，然后呢？是啊，然后呢？然后就让我们说，不就是不能这么上，你知道吧？我们昨天都还排了哦，我们还排了这首歌，可真是给我无语到了。然后呢，又然后呢？因为今天，因为今天之前还握手嘛，然后呢，可能6点多大家才回来，然后有太多东西要彩排了，太多东西那个了，然后这些东西又就是没有搞，没有弄上，然后我就是很多东西要弄，你知道吧？然后呢？然后我上台前我就真的是差点真的是给我急哭了啊！然后后来就说不上了，不上，那这首歌就不上了，对，那这首歌就今天直接放弃掉。是啊，他6:35跟我们说不可以这样子，对，纯纯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要按照那个就是那种。就是具体原因，具体就是要按实际操作来那个。那你说这周就给我们排了一个异常，那这咋办？那你当初还就是让我们说分两组上这个的，那你当初让我们分两组上，然后这次只有一场，你就说不可以这样的，那怎么办呢？是啊，主要是我们排完了，排完了给我整懵了。然后呢，我们菲菲 baby 也没有合过。
主要是我们6点钟才下握手，下握手之后，那只给了我们半个小时时间彩排。那你35，你就必须得放光灯，必须不能彩排了。那你这半小时，那之前，那这样子安排就是不合理的，对吧？那你要是让你要是如果说，没有握手，那大家可能5点多就开始彩排了，那这样大家就非常有非常空的时间。那握手又安排在同一天，然后彩排又直接到点了就不给我们彩，那咋办？那我菲菲贝比一直就没有彩过，今天还是陆婧婷第一次上呢。对啊，主要是别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延迟开场，我觉得不可以延迟开场。但是今天就是因为就是这个你就是你自己安排的这个握手，然后呢有些人握到6点钟回来，那这个怎么办？是吧？真是，然后呢，我上台前真的就是给我急哭了，我都。搞得我第一首歌我一点也不快乐，我就是跳到第一首歌结束之后，我第一首歌我都很想哭来着，然后呢，第一首歌结束之后发现，今天挺多人喊我的，然后我就稍微开心了一点，对，不然我真第一首歌我开场的时候我都没笑出来，你知道吗？真的，我一滴眼泪要掉下来了。谢谢你喜欢我的荧光海。对，我今天还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真是栓 Q，谁爱管谁管吧。谢谢皮亚的皇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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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亚的皇冠，谢谢谢谢。是啊，感觉今天好多人喊我，所以我就开心了很多。是，主要是真的，真的这个东西真太多了。谢谢江南古剑的奶茶。之前有问过 staff 这样上吗？老师也没有说不可以这样上，你知道吧？老师昨天还帮我们排练了。哦，对啊，之前我们都不知道，就是不可以这样子的。他是今天跟我们说不可以这样子啊，超元气，真的。今天第一个发现我心情很差的就是我们的就是发型姐姐，对。然后闹闹就要过来跟我说话，然后我闹要跟我说话，我就要一滴眼泪我就掉下来了。然后姐姐说现在谁也不要跟吴亦菲说话。不然像谁跟他说话，他马上就要哭出来。然后我木禅的时候，我就站在台边，我默默流泪。对，主要是今天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太多太多了。谢谢肥肠的巧克力，是。主要是我真的是很，主要是我这个性格。谢谢江南古卷的高级马卡龙。主要是我这个性格，我是真的很讨厌那种突然那种计划被改变的那种，你知道吧？我真的很讨厌，就是我的计划突然被别人改变。对，就算是再多东西，但是呢，已经在我的计划上，我已经安排好这些事情了之后，我就不会觉得怎么样。就算再多东西，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呢，突然你让我改这个，然后突然让我改那个，我就会真的是措手不及。是吧？对，但发现今天还挺多人喊我的，我就跳着跳着我就开心了一些。对，不然我都怕我今天 MC 讲着讲着要流泪了。对，感谢大家拯救了我的不开心。我今天还差点发到队长去。我说爱谁当谁当，是爱当谁当，对，对，还好没有冲动啊，今天本来想发是爱当谁当，我真的是双 Q，
对，谢谢西西弗神话的蹦迪，谢谢蹦迪，谢谢蹦迪。确实，绑匪队长群诉苦。笑死！一般都是我和黄楚英了，对，一般都是黄楚英。黄楚英就是有时候会找我说，哎，然后我说怎么了？他说只有你懂我了。我说又怎么了？对，这种，嗯，这个又就非常灵性哈。但下周可能又要有很多东西，谢谢一花时间的玫瑰花。对，又要还有很多东西，谢谢库洛洛奶茶。这次真的是一整场的一了，对，我之前二我还没有上过一整场呢，这次居然是一整场的一。我很紧张，我之前真的是我考虑了有10分钟，我不是怕我自己扒不下来，我是怕我自己唱不好，你们懂吗？对，扒不扒得下来，我觉得。我要是熬一熬，应该也都是可以拔得下来的。我就是怕我唱不好，它太多单人分词了。它太多单人分词，我真怕我唱不好。对，是的，谢谢一颗芋圆的荧光棒。是啊，本来是我想跟闹闹分的，但是呢，但是老师说不能分站位，对。而且我想说我都跳二了，我何不尝试一呢？谢谢雅尔不是鱼的奶茶，对，我在有生之年真的很想尝试一下。是的，期待了2年，确实。很紧张，对，真的很紧张。当 C 真的压力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丹妮很厉害，因为我觉得丹妮唱得很好。不合理，你都要上这个位置，那你肯定不能辜负这个位置的一些东西，对吧？对，这个星期又要很忙很忙了。对，艾佳的那个声带也是排得满满的，确实迈出这一步，主要是本来真的就是身体真的太疲惫，我跟你们说，我谢谢哪里值得我供你的荧光海，谢谢，因为我跟你们说，我今天不是腰痛嘛，然后我就在后台躺会儿，就睡着了，你知道吧？睡着了之后，下午真的很吓人，听大家说，我下午应该是鬼压床，就是我在我的脑袋里面，就是我脑袋里很清醒，我很想醒来，但是我眼睛我就是睁不开，你知道吧？我就在这个侧台上面，而且我一般睡觉的时候，我是那有一点声音我都睡不着那种，我就要戴耳塞睡觉的那种，你知道吧？然后呢，今天在侧台，然后呢那个公演声音巨大，然后但是我还是睡着了，对。我真的是，就是真的是睡着了，然后呢，然后我就感觉我脑袋清醒，我很想起来，但是呢，我就是醒不过来，对，真的，真的是有点吓人了，这个状态持续了多久？你是说什么时候？可能有半个小时这样的，睡醒以后舒服吗？睡醒还想睡，对，确实。对，真的是受不了，就直接就真的是睡着了。然后就是我在我们的侧台那边，不是那个声音很震嘛？然后呢，侧台那边也不都不是声音大了，是声音很大，然后又很震，但是我还是睡着了。对，谢谢谢谢，这个名字总行了吧的荧光海。然后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本来很想说这个星期休息一下的，然后呢，因为实在是真的太疲惫了。但是呢，但是这个机会可能很久只会有一次，对。是的，但疼同时不在的
机遇太小了，所以还是想牢牢抓住这个机会吧。对，我明天要去拍我的个人作品了。我也想给大家看一下，看看跳这个位置的我吧。对，希望不要让大家失望。对，跳完这个一，我之前不是还说，叫什么来着呢？我之前还说，我就差一个一，我就神龙了这种，但是可能应该不会神龙吧？没想到神龙了，对。个人作品就是你的青春宣言的第一段，要有一个作品。对，上一次一是什么时候？是预备生。对，上一次一都是几年前了。真的吗？谢谢，谢谢杨雨涵的荧光海。好久了，我都怕，我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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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害怕了。是不是何时上第一个？应该不是吧？应该我记得之前有，对，应该是有人的。艾佳的排的怎么样？艾佳的才排了，就是我的部分可能才排了一首歌。对，下周基本上全就是艾佳的那个安排了。对，再加 Fiona 时间应该是挺紧的，一般只有晚上能学了。白天都得拍爱家的，去年偶研啊，也就是因为就是偶研才能跳一嘛，对吧？对，我上几首歌五六首这种，Fiona 的一太有意义了，确实。如果真的能够顺利上完这个 Fiona 一，那我真的是从16号跳到1号了。对，我也觉得很有意义，是一个里程碑。对，4年了，4年了，我从16号跳到一了。对，天呐，哦，还不能这么说，应该是我从替补跳到一了。谁能想到？对，4年了。哦，谢谢车头练的皇冠，谢谢皇冠，谢谢皇冠。对，如果能够让大家看到我的努力的话，那就没有白费。对，可能我跳一个这个，可能也没有太多人在意，但是。如果大家能够给大家看的话就好了。一套公园站位神龙的了，天呐，我现在是，我这样，我对这个真的是，我对 Fiona 这个公园如数家珍。对，就是我一开始跳的是13的替补，对，我一开始跳的是新瑶的替补位。然后呢，然后后来是，15，我记得是15，哎是哎，15是老虎的位置，第一次去，然后呢我就跳了15，然后后来是西仔的位置14缺了，然后我又补了一个14，然后呢后来是有一次是补得很快。有一次是补的很快，有一次是9号位，有一次直接空了，空了我就补了一个9，还有一次更快是金鱼的5，然后呢刚好那周有2场，第一场缺了一个5，第二场缺了一个15，你知道吧？差别差的很大。然后呢，但是呢，我又想说，就是我应该可以学得下来吧。然后呢，然后因为我都很想上嘛，我2场都很想上。然后呢，我就在这2天内，然后呢，第一天的周六补了5，第二天补了一个15，对。然后呢，我再想想，然后后来是16空了，16空了，
对，16克了，然后呢，我又补了一个16，对，然后再后来是什么来着呢？再后来是，再后来是12号13，对，12号13是什么来着？然后是兔子，有一次上学，我补了一个兔子的13。然后呢，后来是有一次艾琳不在，我补了一个艾琳的11，对，就是这种，就是就真的就谁不在我就补了一个谁的，就这种，对，就补到后面，补到后面有一段时间我才能有自己的站位，就是9，我应该在 Fiona 里面有第一个自己的站位就是9，补了一个9，然后补完9之后应该是补了一个7。在去年总选后补了一个7，对，补了一个7完之后呢，今年总选完就补了一个，就有一个自己的位置就是5，对，然后后来就是进了一个4，对，然后呢，然后菲菲经常不在，菲菲经常不在，我补了一个2，对，六我忘记是谁了。六是倩倩吗？倩倩之前，然后她去上海的时候，我也补过一个6。八是谁来着？八是谁呀？八是铃铛吗？铃铛走了之后，我也补过八。对，八我也跳过，就是这种，反正我应该都是能够数出来的。偶研时候有没有？大家都有自己的路，只是走得快，走得慢而已。可能我就是走得慢吧。真的是别太给我刻骨铭心，这个 Fiona 跳太久了 Fiona 也跳太久了。是的，只要在塞纳河够久，你任何东西都能有。都能补得到，双面我都补了一半的站位呢。哼，对，是的，双面都补了很，补了一半的站位了。对，反正就是每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只要。18闪神龙，哼，我现在不愿意啊，我现在不愿意补后面的位置，谁会补后面的位置？我现在已经跳前面位置，我不会补后面位置。谢谢西西弗神话的荧光海，现在是不会了。对呀，确实，可能我就是。走得慢的那种，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就算是晚，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但是只要敢于冒险的人才会走得更远。对，确实。突然励志了起来，哎！但是我今天说我带一，然后呢，我房间就有个人说是 Z 还是 G，我还能在 Z 和 G 带这个一，那我也太那个了吧？对呀、啊，什么天方夜谭？那广巴是只剩我一个了，是吗？是吧？广巴只剩我一个了。代役的话就无所谓了，代役的话，你有位置，你愿意上就可以上。广拜被吴亦菲买下，那我可没有钱。哼哼哼。
希望大家也都会这样吧。就是我有听过，就是说觉得说说觉得这个就是说是说什么，就是就是换了位置也无人在意这种的。对，就其实听到这个话啊，也还是会觉得，会觉得有点唏嘘吧。对，就算就这种。比如说就算是你换了位置，又怎么样？无人在意，但至少就是说，看我的粉丝可以，更容易的在人群中看到我，对，就不用看到站在别人身后的我，对，然后就可以，对，就怎么说呢？然后呢，就是屏幕党也可以，就是不用一直在等我的镜头，就是肯定站位更前，肯定就是镜头更多。对，就这种。谢谢微风簇浪的蹦迪，谢谢蹦迪，谢谢。忽然励志了起来，反正只要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就好。谢谢哪里值得我供你的蹦迪，谢谢。所以就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一直支持我，有可能是，也就是有可能就是我也走的确实挺慢的，对，谢谢西西弗神话的荧光海，对，是吧？有可能是我确实走的很慢，但是我一直都在走，对，慢，挺慢的。放一首歌吧，不然的话，哎，今天这个挺有电的，对。谢谢大家，继续的就。我们现在来听 Fiona 吧，从现在开始学习，对。小转型，没有转型。我觉得其实现在比起说转型，更多的是成长吧。对，我还能转到哪去？是吧？我还能转到哪里去呢？就是成长。怎么没有 Vista？
学动作倒还好，动作对我来说没什么。多对多元化发展，给大家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对，别在非公演的时间让我们听这些。嗯，不行，我现在已经要开始学习了哈。对，然后呢？啊，今天的 MC 我真的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其实一直不喜欢，就是我其实一直都不喜欢这种打电话的这个环节，你知道吧？我真的很不喜欢这种打电话的环节。但是呢，我们在台下就说好了，所以就得这样。而且我也很不喜欢广三元，嗯，广三元是我的，是我现在最讨厌的游戏。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突然给别人打电话，然后还要求别人撒娇，我觉得就是有点不礼貌，你知道吧？对，嗯，对，就是有点不礼貌。对，然后呢，我就刚刚跟谁来说不好意思，对，不然的话，我会在我的脑内循环一整晚的，对。比起讨厌你我他更讨厌广三元，嗯，对，元气确实不完全等于甜美，确实不等于，元气是元气，甜美是甜美。对，恐惧闪，笑死我了，他居然是，确实他居然接了，我还以为他睡了，不是。除了打电话说啊，我真的不想打电话，我很紧张，我真的是，确实广三元滚出我的生活，我唯一会的广三元的坑就是那个四大名著了，没想到败在黄乳头那边，我本来以为这个四大名著坑的是第五个人哦，没想到第三个人就不行了，不是第对第三个人就不行了，这什么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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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太差了黄乳头。是吧？对啊，我就觉得不好意思。确实，对，我真的不行，我反应力真的很差，我就会脑袋忽然空白，你懂吗？对，我的脑袋会空白掉，我就忽然会不知道说什么。对啊。对，不过我也没有想到，就是珊珊会，就是立刻接了，我就很紧张啊。要是我直接挂了，我说，如果谁就这么忽然打给我，我直接挂。确实，是珊珊很温柔。而且我上次就是我说我就是有事儿找他嘛，我就说闪闪，他就说我在这种的，他说嗯我在，我就对这种就是觉得这种非常的就是戳吧，嗯，对，是的。他说但凡他那边人没有那么多，他都撒娇让我赢下了。对，嗯，但是我真的就是很紧张，你们知道吧，嗯，但是我又怕这个 MC 垮了。对，我是真撒不来娇，对，我是真的就是没办法撒娇的那种，但是我又怕就是场子垮在那，对，所以只能硬着头皮说了。嗯，这不是我平常的那个，我很少撒娇的，我从不对人撒娇，嗯，对，更何况是说什么姐姐这种东西，哇，受不了，对，
受不了，输麻了。哎呀，那个是真的，我没想输的。哎，不得不说 Fiona Restart 的时候我还挺好看的啊，我好瘦啊那时候。对，有冷场就转移。我不会，我不会这种。真的吗？我还有给黄楚英和艾佳撒娇，那个，又有点不一样，对，又有点不一样。现在啊，但不是，是因为当时很瘦，你知道吗？对，当时很瘦，比我现在瘦，对，感觉我现在胖了一点。真的吗？没有。上周握手，上周握手的时候就有一位朋友，就是有一位粉丝，就是握手说，我感觉你是不是稍微胖了点。我说是，可能是回家了。对，对，可能是我回家了吧。但是就是说我要是不吃的话，我就没有时间，我就没有力气跳舞了。但是我就是一直都有双下巴，你们懂吧？对，就是我就是我，可能我不，我瘦到任何体重，我可能都会有双下巴。双下巴不知道是一个是什么，我的标配，你懂吗？我以前79的时候，我也有双下巴。是可能是因为我的下巴不够那个，对，所以我觉得是那个有双下巴。好臭啊，元气，你到底哪里沾上了？对，是的。对，吃饭真的很容易，确实，而且我们这个十八扇强度挺大的，不能不吃呢。脸型和胖瘦，确实，因为我是圆脸，对，可能我瘦到多那个我都是圆脸，对，气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他这周可能也洗不了了，对不起，今天有好好吃饭，我真的我以前我就是有一场我就是十八闪我没有吃饭，然后呢我跳最后那48区那三首歌的时候，我整个都在抖，狂抖，对，手也在抖。所以我现在过了那次之后，我十八闪之后，之前我都不能不吃，对，因为十八闪强度太大。哦，明天就是七七生日啦，真的，哇，确实，哎，是的，真的是要吃点，不然真不行。是的，豆豆。听到，哎，你们刚听到这个哨声，元气。对，笑，然后元气现在去门口了，他不会以为门口有人那个吧？元气没有，没有人在吹哨子，元气太天真了。对，确实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今天就坐在那边，我左边的腰狂痛，就完全坐不住。条件反射，确实身体真的很重要，但是机会也很重要，对吧？好的，会有罐头的。现在腰就还好，对，
可能是因为我刚刚跳完公演就还好，我就是不能久坐，对，我就坐在那边我就会很痛，所以我在后台我一般蹲着，我在后台我都不怎么坐着，对，嗯，后台我就是蹲着呢，对，康复课我没有空去康复课，是，我也想，我也想，对，会抓，我也不知道。我是真的很想去那个按摩店，你知道吧？我不是说想去按摩，我是想要把我的耳机拿回来。对，我上去那边按摩的时候，然后呢，然后把耳机落在哪了？然后我第一天打电话给他，然后他说找不到，然后呢，后来过了几天，然后他就给慧轩打电话，他说他们店大扫除，给我把那个叫什么来着，给我把那个耳机打扫出来了。然后呢，我至今我没有空去那个按摩店拿我的耳机，对，是吧？确实，那个，我觉得下面那个座椅，我觉得也不舒服，很硬。对，我为什么不坐沙发上？我不要坐着，我现在也是蹲着，我现在也是半蹲着。对 ，AirPods， 是，我不坐。我讨厌坐着，对，脚不麻吗？嗯，也不是说完全靠着脚，就腿是曲着的，我就是得曲着，你知道吧？嗯，这样就是不就是不就腰不痛，对，是，我现在没有完全蹲着，对，是的，嗯，隐藏在心里头那个角落，日记上像在对谁诉说，我们曾经都有不坚强的时候。确实，我觉得这个沙发对我来说完全没有用。我之前房间的那个沙发也完全不用，我也完全不坐。对，后台的椅子我也可以完全不用，我就可以我蹲在那，我给我一个地方蹲着就行了。对，我就是没有沙发这种需求啊。对，然后平时出去出外务也是。啥时候？这周是没有空了，不知道这周晚会不会有空。对，摆个碗，有人给我那个吗？那真是乞讨啊！嗯，对，确实。我跟你说，每次出外务的时候，就是哦，之前每次有机会出外务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嗯，我都是就别人就坐在那嘛，然后呢，我就是找个角落蹲着。躺着，我觉得躺着颈椎不舒服。对，蹲着握手，那也太奇怪了，真的，那真的很像在干嘛呀？我不能久站久坐，姐妹儿，听话听一半哈。对，对，就蹲着会比较舒服。的脸颊，雪白的美丽无瑕，呜呜，眨个眼突破时空，那都能光速到达。哦，这句话好恐怖。这句话我可能这周都任何人碰到我都会在唱这句话。是啊，所以就是握手会对我来说就是比较难顶，嗯，就是坐着很难受，蹲着聊天，劳改是吧？什么意思？对，我每次看起来都很开心，总不能哭吧？嗯，还是要，对，总不能不开心吧？嗯。对，是哪个东西垫垫腰？嗯。
打面。多吗？因为我冰箱还挺小的，你可以看看。哇！你自己塞，你看你能塞到什么程度？你要吃冰淇淋吗？我去干嘛？你这没封上。这是我家的。这个为什么要放冰箱？放开。啊？放开。你先放，就是必要要放的吧。它确实写着冷冻保存。对，黄楚莹。是吗？冰淇淋。是。这里面也有。好，放都放这，不得要点劳务费？什么？你们团购的？我给他的。我说给，我说给你们俩吃，我妈妈做的。就把它玩了，而且你知道吗？它是放下面那格哦。OK， 都可以。应该，哦，吓死我了！应该放，哦，它放应该放上面那格，不是放下面的。确实有点难塞哈。天哪，你这都好多。你可以把我的饮料拿出来。谢谢拜到和芝麻小丸奶茶。这个都是放上面那个的，主要是。哦，那他的丸，我们家丸子放下面。就决定是丸子放下面的，反正他本来也是放的下面，但我们。可以的。没有，我的冰箱其实很小，买了个 小冰箱，失策了，属于是。好羡慕你有冰淇淋吃，为什么？不懂怎么，你像出门买一个也有，卖了再买一个，没有人买，非常棒，好，非常必要的东西扔进去，这个放下面，而且我很讨厌那种退货，你知道吧？我很讨厌退换货这种东西。你看到那一摊了吗？我今天回来真的 surprise。哪摊？那摊。哦，地上的吗？为啥呢？吐了吧。啊？怎么会这样啊？不舒服了？他经常这样，因为他老乱吃东西，老是去啃塑料。啃塑料是吧？元气最喜欢啃塑料。你真的。撕纸巾，吃垃圾。你真的。big 了很多。so big， 他以前只有他尾巴这么大。你是不是 fat 了？天啊，远去！好肉啊，他真的肉了不少、啊。撞死，是吧？别吃了。笑死！拜拜。拜拜。我明天过来拿。好，明天。明天晚上吧，因为他大叔就画的差不多了。好的。猫草，笑死！跟你们说，我看到群里面，就是嘛，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刚刚姐姐发了一个关于那个发言时刻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吧？真的是，就是写的真的是很书面，一点都看不懂，你知道吧？我真的是完全看不懂。然后呢，老姐姐说，就是队长发到自己的群里面，然后呢，我就发到群里面。然后呢，兔子说有无科代表，我说哈哈哈，科代表也没看懂。对，对，真的是看不懂啊。真的是，真的就是发一个天书，你懂吧？对呀、啊，这种内部文件能不能就写的，就这种内部文件能不能写清晰一点、清楚易懂一点？真的是看不懂。
本科代表刚刚还在群里面疯狂的问姐，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对，我刚刚应该楚楚在的时候给我解释一下，不过好像是改了，好像是没有三十分钟了，没有二十分钟了，我很无语，很无语哦，朝令夕改是吧？就是不能按分钟算了。是啊，就要又要重新安排了，而且我觉得他的规定很不合理，但我不能再说了，再说我要关房间了。反正现在还在大家就是提意见的阶段，对，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很不合理。但是呢，就是对我自己的就是切身的一些东西来说，就是他就是经常就是他会把东西发在队长群里面弄这种通知嘛，然后让我们队长发到那边。但是呢，我们队长就是有时候发到那个群里面的时候呢，然后我们虽然是有时候就是肯定要艾特全员嘛，艾特全员，但是也会有人就是。没有看到的嘛，没有看到的话，到时候就是没有看到的时候，他就是会有人就是说没有看到这种东西的，然后姐姐就说你没有发吗？我说我发啦，就这种的，对，就还不如姐姐自己发在钉钉群呢，钉钉群还有人还有那种已读的功能，还能看谁没已读呢，对吧？真的这种东西，这就是真的是姐姐发，是什么都我们发，到时候要是自己没看着的话，还得来找我们，经常这种艾特全员不一定，因为我们太多消息了，对，是啊，我是觉得姐姐自己发到钉钉的那种成员通知群，这种就很好，大家都会看。我不懂为什么非要让我们发在我们的微信队群里面，很多人是不看微信的。对，而且我是真的很讨厌搞这件事情，你知道吧？就是我觉得他可以随手发在。就我觉得他可以完全发的那个，为什么还要经过一道工序呢？要是我也很忙，我也没有看到怎么办？是啊，就非要再多一道工序，那我也有自己很多我自己的事情做。是。而且微信群接收消息的消息接收率还没有钉钉高呢。12:30了，天哪！我再播5分钟哈，吃完这个冰棍。交出去是最好，哇，那真是双 Q。但是我在这里是觉得。你就是你可以一步到位的事情，为什么要走两步，对吧？还多加了我们这一道的不确定性，
但凡是因为是我是我经常就是一直在看手机，要是就是不经常看手机的咋办，对吧？所以就是还是有很多不合理性的。好吃不是买这玫瑰花。哎呦，元气吃不着冰棍生气是吧？不许。嗯，还 wink， 嗯，还跟我 wink。 那是 QFO 线晶晶有队伍的群，我不懂为什么他不直接发，我不懂。对，他 wink 什么什么意思？对，元气也很想吃，但元气要臭臭的，我不想看你。啊，走开！什么味啊 ？wink 跟你学吗？那我 wink 可厉害了呢。当彼得里奥，每个人天生都有这能力。哦，别定论自己。哦，爸爸爸，穿上自己喜欢的鞋，就是让你也想。因为你和我就不怕危险，那出现现在 action。哦，这个 rap 也好难哦，我怎么唱不来啊？来浪漫的旅行总会实现，描绘着各种结局。Yeah， 大声宣告 ，We are in love。大声宣告 ，We are in love。谢谢，手机又要没电了，荧光海，谢谢荧光海。哦，我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呢，就是我昨天送给方琦的那个生日礼物嘛，我收到之前我都没有想到它有这么大。就是我拿到那个大箱子的时候，我都震惊了。我说这么大，我还以为它就是一个小台灯，然后和一个就是它就是一个小台灯和一个小的一个香薰，就放床头的。我没想这么大一个，我都震惊了。我还以为我买了我还以为我又买了一个冰箱。对，那个礼盒上有只狗，也是我没有发现的。就是我当天我就是你们说我才知道那就是那里有只狗呢。对。送冰箱也不是不行，我真没想到这么大，你知道吧？拿回来的时候我都震惊了。嗯，对，怎么会想到买那个呢？因为我天天看到他说什么做噩梦什么什么的。对，总不能送给人家一箱褪黑素吧。大小两个台灯居然是两个链，什么意思啊？这个，对，嗯，那不是，对，我就想，就是辅助睡眠啊，就这样。嗯，我那个台灯有小号的，我不知道耶。我就是当时看的时候，我就只看到了那个，我就买了。对，欣赏着这部拙劣的内心戏。嗯，但是我本来就是比如说送礼物这种东西就是一整个就是投其所好嘛，然后呢我就本来想给他买就是很多布丁狗的东西，很多很多各种各方面。后来我想到我上一次去他房间，他房间全是布丁狗，该有的都有了。一个布丁狗的包同款式他在墙上挂了可能有五六个了，我想，那我买什么布丁狗的，那应该它都有了。对，跳飞飞 baby， 对，
因为今天感觉扣我的人很多，然后我就很开心。对，是的，昨天瑞子送给他的那个布丁狗的那个筷子餐具，他旁边有一打，我真的是笑死了。对，旁边有一打。所以我想就是布丁狗该有都有了吧。对对对对对，今天没有开麦，上场的时候我才知道没有开麦。姐姐说啊，你不是只申请了上次那场吗？我说我上次那场都已经能唱了，那我这场为什么不唱呢？我就不懂，你知道吧。嗯，布丁狗仓库是，对，是吧？哎，我不懂，我有时候真的不懂。对，你说我上场我都能开了，我还能上一场能唱，我下一场就不能唱了，对吧？我家里还没有变糖，我家里我现在这边是一个唐老鸭加托尼的仓库。对，然后我今天结束之后，我就跟姐姐说，姐姐以后都开，对，都开。今天这个造型还挺好看的吧？很喜欢这件吊。这个发箍很好看，这个发箍今天还被姐姐夸了，说这个发箍好看，是吧？还挺好看的。卷毛，我跟你们说，我真的很少做这种卷毛。对，今天可能是我很久以来第一次做这个卷毛，因为我一般都是拉直。哦，这么一看 Fiona 的歌还挺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十二，忽然害怕。真的吗？卷毛好看吗？我今天我要看今天录播我才知道，我就是我下次做不做这个卷毛。对呀，太多了。对，我每天都在苦练唱歌。我现在嗓子都是哑的，因为我今天一整场我都唱得很大声，我都在努力歌唱。我听听今天的公演好吧。啊，你去，不要咬。嗓子都哑了。相遇的季节，不是，主要是因为我这头发卷不来，卷不起来。对，因为这头发是接的嘛，是假的，假的头发，所以就只能这种，它就卷不起来。嗯，看看 MC， 元气。Thank you。就不以为不懂了，我也是上过小学的。俺们不算，俺们是另外一个词儿了。对，可是那个也没有在上面，就那三个字嘛，不然太多了。但是平常应该也不会说 you 吧，对吧？ you， 他刚说你、you. 啊，我刚刚说了吗？嗯，我啊不是，但是我现在又很想看一下。说话了是吗？我怕这周没有空直播了。就大家现在多看看我好吗？Zero，都怪我今天说太多话了，我要是不说话我就不会输。对，都怪我说太多话了。我们一起逛山。
果园动物园，俺们一起逛三园。我想想啊，逛三园。天天看。从江阳那开始，我不开始了。开始不了了。输完了，锵锵来，俺们一起逛三园，逛什么园？逛老鼠园、花枝鼠。还有很多鼠呀，袋鼠、花栗鼠、鼠魔、鼠魔、仓鼠，我真无语。米老鼠，米老鼠，别笑死我了。输了，啊，哦，鼠了。啊！我都下完了，下鼠，什么东西啊这些？嗯，那我们啊啊，哎哎，那俺们再看一个吧。好， okay. 你那边。哇，这，那咱们一起逛三园。今天逛的什么园？四大名著园、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太差了，黄梧桐。黄梧桐不是还是那个暨南大学的吗？太差了。淡定，那你来吧。黄梧桐为什么会输 ？Two, one, two, three, three, turn。three turn 很像腾菜。雪，从哪儿开始啊？一个吧。You 也算。哦 ，You 输了 ，You star。You 也算，你还一直多少次啊？不是说也算吗 ？You 也算哦。我刚刚在提醒他，好吧，没事，他反正坑啊，坑坑菜，坑菜拜 ，give me， 坑菜，俺们一起逛三园，逛什么园？逛菜园，简单点，菠菜，层层菜，白菜，西瓜。菜园，我本来还想说逛，我本来轮到我的时候，我还想说我很菜。西瓜炒什么那种的？确实。那继续，花椰菜、包菜、娃娃菜、紫菜、茄子、菠菜。紫菜不是长在海里吗？对啊。菜市场有卖。有。对啦，菜园。我很菜。我真不喜欢玩这个游戏，你知道吗？哎，我这个，俺们家住，海边。神父，说出来是吧？很大胆。Star， 开始。今天俺们逛菜园，啊不对，今天俺们逛三园，鼠墨园。刘丽芬的 CP 有什么？黄梧桐很有不，就是黄梧桐很有我当年的风采啊。鼠墨，俺没听到，那就没听到吧，那就没听到吧，继续下一个，蛋筒，煤炭，什么煤炭 ，W 飞。俺自己，奶疼，好，飞烙有这个 CP 吗？他刚才说完了，哦，飞科，非你不可。飞烙有吗？说过了，卢记说过了，有你，红颜 YSL， 耶，不咋用啊，口红，我平常不用口红，我平常用哦。40啊，不是，我刚没说完，哎呦，我真是，我大西，别说话，我刚说我大西，算吗？还有五秒，4、3，还有五秒到达，打电话吧，征服，打电话去吧，现在可以说了吗？可以了，yeah. 我你我他，去准备打电话吧，快去拿手机。讨厌谁啊？啊，我再也不玩了。羞羞的语气，啊
我都不知道我说了这么多，我脑袋都没反应过来，我完全不知道我说了这些。我觉得。我觉得这真的是太平常说的话了，是吧？每一句都是我。不要再跟广巴的成员打，不要跟广巴的成员。大哥哪里的呀？快远一点吧，快远一点吧。例如什么分团，那个什么来着？哦 ，CKG，CKG。可真懂啊你！必须的，十年 N 岁粉丝呢。这个点开还没有睡觉吧？我要说什么呢？等一下。说，哎，要那个说讨厌语气的语气，他出的题。Sorry。他可能睡觉了。不，谁这么早睡觉？他就是这么早。他就是这么早。说晚安了吗？闪闪早睡这个事情可能全世界都要知道了。谁啊，你这么懂啊？原来每天都会说的吗？是这样的吗？怎么不是呢？你怎么这么了解呢？嗯，怎么不了解呢？睡了吗？万一打不通怎么办？打不通换一个。怎么你就是想打通是吧？还唱起来了。要唱吗？等你的电话。他应该没有什么起床气吧？这个备注什么意思？哇，可以说吗？没见过这么长的备注。通了。喂，听得到，你听得到吗？啊！就是你睡了吗？我没有，我还在外面工作呢。哦，还在工作，那你觉得我什么？你觉得我怎么样？啊！好幼稚啊，我受不了了。嗯，怎么会这么羞耻啊？哦，没有啊，我在公演，我在工作。确实，我脚趾已经抓地了。哦，好，谢谢我还外务处。没有，就是一个简单的志愿者活动。哦，那你能给我撒个娇吗？我给人家撒了啊？这有点不太好吧？这里的人好多。啊啊，能好？没有啊。没有，我说这里人好多呀，好多。哦，你那边人很多是吧？对，你在干嘛呀？我在。玩游戏吗？哦，我没玩游戏。我怎么感觉你们正在玩游戏呢？或者是要么就在公演？没有公演。啊，那你们在干嘛呀？在，就是说想听你，就是刘丽菲，她想听你撒娇。这对于我来说太难了。我怎么说？哎呦，我怎么说嘛？那我给你撒一个吧。别给我这个。救命了，脚抓地了。什么什么姐姐讨厌。闪闪姐姐。啊，我看不了，我看不得了，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谢谢小辣姐巧克力。我这个我要是看的话，我今晚都会脚趾抓地的。对，受不了了。刚才下一个，其实备注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对，备注在打空的。备注在，备注在闪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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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行，对，在打扣，实际上被我偷偷想，我可能确实很长。像是很远近，画面浮现，从上眺望海岸线，看下悬崖。星星的夏天，三个肩并肩，蓝光超越，和你用手牵。我想听听我的那几句。但是这个真的太尬了。对，我开了倍速，但这刚刚打电话真的太尬，他会一直循环在我今晚的脑袋里的，我受不了。就是我不擅长，就是这种。面对面说话都困难了，更别说打电话了。对，不一定是流星许的愿，
熟点的。那他们说分团的，分团的我熟一点的就没了，就没了。听一下我的这一句吧。确实，他那边应该挺多人的。但是我真的很讨厌这种打电话的，就是真的很不容易。我上次被这个打电话就是冰冰打电话，冰冰打电话给我，我还想冰冰干啥呢？这讲了什么鬼话？就真的是跟他平时不一样。对，给西西打那确实挺容易的。确实打电话这个东西真的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菲菲他们的音色真的好明显。唱的也太忐忑了，只有遇见过后应该要更高一点呢。只要遇见过后我们才真的吗？不过最后这个衣服真的太稀罕了，你知道吧？它真好闷啊！谢谢珠海鸽子的蹦迪，谢谢蹦迪，它真太稀罕了。就是我们就是每次脱下来后面全是闷的一层汗，你知道吧？太稀罕了，散不出去。对。我每次摸那个背后啊，就是那一层汗。而且你们有看到我今天就是他这不是有很几好几条带子嘛？然后呢，这个带子我有个没穿好，我穿到我的胳膊下面了，然后给我勒的不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穿错了，我感觉一直在被吊起来的感觉，对。确实强度大，而且就是太稀罕了。对真的又厚又不舒服，但没办法，就是这件衣服它适合，当时在重八里面能找到比较适合的衣服了，因为上海的衣服出不来嘛。哇，这个卷毛显得我发量真的很多，对吧？
我为你求了愿望。这一期好大声啊，这句我的声音好大啊。不是，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啊？不是每个呢。这句就很难听了，哎，这段副歌我的声音很大，你们能不能听出来？这段很大。这一段声音还挺大的，合唱的话。哇，我终于能在合唱里面听到我的声音了。跳错了，这里梦想的旗帜耀眼。我觉得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这条公里面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现在已经不习惯不开麦了。我都拒绝受人与生俱来那种谎言，或许世人会嘲笑我疯癫，是不我也能很明显听到，我听到了。
谁唱错了？谁唱错了？我没有唱错。其实也不是因为这是下班歌，主要是这首歌确实很好。对，这确实是我今年的最大突破。我以前真的不能唱。听到自己的声音真的才是有效公演，我现在已经不习惯就是公演不开麦了，真的，我真太喜欢开麦的公演了，就是开麦的公演才会让我觉得在这场公演就又多了一个存在的那种证明。对，出发，真的有比较有意思，啊，真好，开麦复刻。挑战开麦这个是一件事，这个可以做到。复刻第一轮车又是另一件事，这个事情可能做不到。我真的会很喜欢开麦的哟。我觉得开麦也能够让自己进步。我以前真的很不能唱。我以前四班刚开始真的唱得很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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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真的是完全不能唱。哎，你们给你们听听，昨天有一个，给你们听听啊、哦，是那个，是这个。你们听听那个，真的很爽。啊，这个就一般啊，这个我都感觉没太听到我的声音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拿的不是八号麦。对，啊，这个不行，这个不明显。对，但是我唱的时候还是唱的很大声。看夕阳慢慢落下，还保持着微笑。嗯，声乐分班有望升级。希望可以吧。对，八号麦有什么说法吗？本来没有什么说法，只是恰好八号麦拿的都是队长，对，黄楚怡还有瑞子，只是应该是恰好吧。对，见流逝的美丽风景来报道。 Yes， 好了，我真的要关直播了，大家。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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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跟大家聊得很开心呢，然后接下来的一周又要开始努力了。嗯，对，努力，加油，希望能够好好完成这个，希望不会让大家失望。谢谢哪里只得我供你的奶茶，希望大家能够看开心。好了，拜拜。